他那是老人犬那种去，就是他走去那种那种流院，他的哎、欸，他没有跑很远，点嘞、欸，可爱。他刚刚大金宝他就叫，大金宝就吠他，就是大金冷气那个啊，哦，那个是大金宝帮吗？因为弟弟有，他会抬脚尿尿，就开始给他包尿布，嗯，然后大金宝也包尿布，然后他就神奇的跳下去，然后在那边哎、欸，屁股就这样，对，就这样。他本接受别人啊，你这样子。对，他觉得他学他。我应该拍你帮他洗澡的时候，然后在那边叫，不能触碰到他的那个蛋蛋。我说是怎样？他是特命的。而且每次包完尿布都要起来看一下到底有没有包好，然后拉下来讲这样。你知道上一次你拍到现在一年。对，其实是这样子。我们已经说过啦，但是我们没有超过那个人数啊，所以我们一年后才拍一集啊。你知道吗？不是吧？因为疫情吧，不用这样吧。我还能讲。都放狗，会不会说？放点狗，狗狗。最后未来有很多狗狗的系列。可能我可能最后就是走狗狗的系列。 我会啊，我觉得我还蛮想看他会生气的那个片段。因为他那个太快了，因为你知道他台知道那是夹心饼干，他会自己知道第一个一听到那个声音，进入那然后他立刻就下去，然后停上来，然后再等下一次广告，然后这样弄，那只广告一结束之后立刻下去再去叫一次。我要去找到那只广告。他都知道那个他那个广告怎么放。 对，我们家狗狗都会装修。好笑的吧我们？哎，它走了，好可爱。它好像是那个泰迪熊。想要签名吗？可以，我觉得这张可以。想要手掌签名吗？对。而且还比我去团购还要订阅才有。假的。你想要哪一张？伸舌头可爱。太远方。这么便宜。还有在别人的怀里睡着。哦，还是你们要这个？ 哦，这个好可爱哦！Kiki啦啦，Kiki，哎啦啦！如果你们喜欢那个狗狗特辑的话，爱狗的玉米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所有的狗狗，可以在下面留言，你家的宝贝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呢？但是重点是你要先订阅我哦，没有订阅我就看不到可爱的狗狗。重点是我。我们刚才介绍完了狗，我家的狗，我们现在介绍那个从浪浪变成那个。 家猫，但是它现在睡得跟为什么？它刚才出去打架很累，然后它年纪很大，我已经跟它说过 N 次，阿牛不要再去打架，但是它不听。它是个男人，但是我一直没唱别的歌。你要唱什么歌？女人独有的天分，女人独有的天真，温柔的天分。 不适合你啦，对，这是我的衣服，刚才已经有人叫我，知道怎么烫吗？因为他也在冒烟，请不要太靠近他。你平常也是会自己烫衣服？你也知道，有时候人在外的时候，什么都要靠自己。这衣服是可以怎么买到吗？ 就是一些零钱，然后就去上官网，然后去买这件 T 恤，就可以跟我穿到一样的 T 恤。天王星，我可以站在这里。这样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哪里啊？啊，桃园。 对吗？ 新竹市中央。太强！我要去那个真善美社会福利基金会去当公益大使，卖过年的礼盒。如果你们没有买也没关系，但是我希望你们买，花一点点的时间，一点点的那个力。
力量可以帮助 很多人，是还蛮喜欢做这样的事情。坐着，不好意思，忘记我自己是玉女。我也没有想要当玉女，我怎么知道最后一个字是玉？不是。你是说哪种玉？不是，就是过十二点再讲好不好？你真的是还没有过十二点，现在是中午十二点吗？我就是一直想要远离这个话题。现在在这个地方，你这边你看小朋友的那个，然后他在给你讲，你要不要戴？你讲他是要戴口罩吗？应该是吧。虎年四字吉祥话，大家听清楚了，如龙似虎，猛虎出山，不是猛龙吗？猛龙过江了哦，猛龙过江，猛虎出山。好，对对对，猛虎下山，猛虎出山，下山也是。要下山去哪里？龙精虎猛，生龙活虎。我觉得这个好像感觉越来越过十二点。小龙伏虎，这太难。我感觉可以打拳。感觉都，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这样一个洞一个洞。我是虫，我是虫，哈哈哈哈哈！我要来吃苹果喽！摇摇摇摇，哈哈哈！你们都不敢吃，哇，这个苹果卖不出去，好吧？香蕉，我的最爱。哎、欸。美的香蕉，还没只有点阿令。那总共有六只，只有一只是不能吃的，有你有五只可以吃。不能停止哎、欸，不能停止不讲话，不能停止不动，不能停止不看或想睡觉。Hey Siri， 我要听绕口令。想跟我比绕口令？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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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折纸，叫我们小朋友一起来帮忙。然后呢，100个纸盒10块钱，那就是我们的零用钱，这样我们才有糖吃啊，是不是？小时候我就会赚钱了呢。你现在听到这首歌，有觉得很温馨吗？我刚刚有很感动的，而且24年，嗯，好可怕，岁月竟然是这样。岁月只是一把。你知道女艺人不好当啊，穿着高跟鞋都没事，都走得很漂亮。当我们在无人的地方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脚有多痛吗？我很开心，就是可以参与这个活动，然后可以跟他们有一些互动。他们今天唱我的歌的时候，我还蛮感动，会很想要赶快帮他们一起把这个礼物做完，然后可以让我学习到蛮多东西的，然后心里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福的人，所以我要讲一句好话，今天天气真好。
哎，这是我的 ending 句号哦。我觉得你真的是太聪明，他连电视都可以认出来，真的厉害。那是因为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是那种烟嗓叫，你知道吗？烟嗓叫不是那种不是哦。你怎么可以学这么像？那你知道？那你知道啊？猫是不是？妈